我叫文芳，刘文的文，方方正正的方。然后现在正在做的是时尚区的博主，还有偶尔会做一些关于模特的工作吧。我觉得我的风格就是无性别，要打破我，就是我希望模糊性别这个界限，不希望就是把一种美束缚在某一个角色或者某一个性别才能呈现它。从我妈去世之后，我也不管周围人了，就是周围村里人的所有的目光我就不管，就我一定要把我心里所想的东西通过我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我就要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我不想后悔。你就做一个唯美的，你就做一个活灵活现的，一个敦煌壁画里面人物活在现实中的那种感觉就行了嘛，你干嘛非得要活死的呢？我就是想要一个死的雕石的那状态，有点石雕佛像的那，或者是木雕佛像的感觉。然后到旁边那块，就墙上不会打很多光源嘛，然后那个我想弄一个像那种敦煌壁画的，有几个舞蹈动作，虽然不会跳舞啊，但是就很鲜活的一个状态。你觉得我的线条太硬朗了吗？你线条还会硬朗吗？其实被大家知道就是模仿明星刘雯的照片嘛。其实前两期没多少人知道，到后面突然有一期18000的人在看，后面我就陆续出了那一系列，就是刘雯系列。这个眼睛的形状呢，就是有了这个东西的，可以随便调整。刚开始被骂的其实占多数，丑是最多的呀，就觉得我丑，就觉得我东施效颦呀。这个人说为啥屏蔽不了我，求求了，我尊重你的审美，但是我真的不想看到清华美院审美出现在我的面前，祝好。还是说我丑吧。后来我会发现骂我的人并不是所有都是负面的，我觉得他们所骂到我的一些问题确实是我当时没做好的，比如说是我化妆不好，是我当时现状，我化妆确实不好，拍摄技术剪辑技术不好，是我当时的现状确实不好，这就是我要努力慢慢变好的一个路呀。这我提升的空间不就是被这些人慢慢的骂起来的吗？我觉得我就是在他们谩骂声中慢慢成长起来的。开始看也觉得很猎奇变态，看大家第一感觉就是觉得我变态猎奇，但是发现你那么执着又认真的做你喜欢的事，确实有被感染到。就只要我觉得有人说我的话，就很多粉丝朋友在下面维护你我，但是只要一维护我，就他们就觉得我是买的。哎，这个有意思。这个是我一个粉丝朋友，他看到我拍的东西之后，然后就是个耳环，我还不知道，我还挺期待他这个做出来的感觉。像吗？他是以我的眼睛给我设计的。我觉得我的风格就是无性别，就是我希望模糊性别这个界限，就是有些东西有些美我不觉得只有男生可以呈现或者只有女生可以呈现，我觉得两者都可以在同一件事情上呈现出来。就比如蕾丝，大家觉得只有女生才能用，性感的女生才能用，不，我觉得男生有时也可以把它当作点缀呀，可以做一个小配饰，他也可以用的。
我所希望的不是非要男生一定要打扮成女生，或者是女生打扮成男生，我是希望就是说某一件东西男生女生都能用这个东西表达出自己想要的风格，就在你身上是好看的。这就是那个华山的倒影，有点像那个海市蜃楼的感觉。我拍很多时候的时候，那一群羊都是我的背景，然后原来是在那前面，那太阳的时候还有一群牛，那个牛我看最近没来了。我爸也不知道我，他只知道我整天拍拍拍，但是他不知道我具体在做什么。因为我爸在我们这片，就是人气还是很棒的，所以我不能因为我的一些问题，让别人讨论我家里的，说闲话背后。大学时候学的是平面设计，我出来的时候也没做这方面，都是销售类的，保安也做。就是各种职业，当时真的是为了生活才做，直到我妈妈去世之后，我才开始放下所有的一些东西，让我去做这方面。因为我妈妈去世对我感触还挺多的，因为我妈属于那种就是，总结的话，她就是一生都在为别人活，我要考虑我周围的人怎么样怎么样。到他生命最后的一刻，他想为自己活的时候，就是他才会发现他已经没有太多时间为自己想活了。所以我就从我妈去世之后，我也不管周围人了，就是周围村里人的所有的目光我就不管了，我就想活我自己，我就要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我不想后悔。这里面应该都有几万了吧，几万照片全是我找素材用的。奥黛丽·赫本，赫本的造型，这是那个蝴蝶夫人的原版视频，就是有点模糊，就因为这个秀都早了啊。这是我朋友，就是做了一场无性别的秀，就是我把一件衣服用男性和女性的身份去呈现了一下，看这个衣服，然后我又用女装的方式呈现了一下。对呀，这不就光淡了，烦死了。还不错哦，还不错。让我看看。那跟这个景很搭，我现在等那会儿那个光出来的。让我看。还挺，就是这种纯墙就特别好。嗯。啊，这个拍特写，你帮我看一下镜头吧，就只拍特写，就是拍头部的就行。你被蜘蛛精吃了吗？快拍！3、2、1，走。看镜头，今天眼睛那么好看，为什么不看镜头呢？好嘞。我很多的灵感都是来自于大自然。哎，看一下，我好像看见一个灯。哎，能用。我经常会就喜欢走路嘛，甚至路过很多垃圾堆，我觉得很多东西能用，我就会把它收起来。可能别人觉得那是脏的什么，但我觉得那种脏的程度在视频里面应该能呈现那种历史感或者是破旧感，我觉得那是很美的。我觉得就是万物皆可高级。啊，哥，我先坐下来，然后你看我的头在哪块。好了，来，你帮我个忙。我帮你打。金粉洒到我头后面。还是不行。哎呀，就得这样，就得抹。
更圆就行了。很多人觉得高级要不就是丑，要不就是不被大家认同的一种美。我觉得高级就是舒服，舒服的美吧，就是能把所有看起来不那么耀眼的东西通过你的表达或者通过你的呈现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感觉，让人觉得啊，这个东西原来可以这么美。我觉得我可塑性很强很强，就我想要呈现的所有东西在我脸上，我觉得我都可以打造出来。我后面还是想做自己，做自己的创作的东西。我希望有一个伯乐或者一个好的机会。这不就是一个自然的秀场吗？你脚下面踏的那一条路就像个天然的 T 台，拿出气势走，拿出自己想要的感觉走就行了。